杨千嬅相隔四年重启世界巡回演唱会，呢日佢喺广州举行首站演出，场内两万几个位座无虚席，场外更加企满两万几人，甚至有人爬龙舟隔岸观赏。为咗令山顶位嘅朋友都见到自己，位高嘅千嬅就企喺离地三层楼高嘅吊台出场啊！面对住观众的热情，千嬅都非常感动，除了多谢歌迷、工作团队和专程北上的朋友之外，千嬅亦特别开名多谢一个人。多谢我家人，还有我仔还给我提，但我多谢我仔，因为我要用了很多自己的时间去排练去准备，所以我多谢他，我都少少妈多谢他，但我要感谢他是给了很多的生活动力，还有给了很多的就是相处里面的一些人生的鼓励。我要多谢的人很多，还有你知几年有时我又不小心病了，那些记忆力越来越差，今天我都尚算 OK 的。可能今天有什么记漏了不记得多谢的朋友呢，就千万不要怪我。是回去，没有止痛药水，拿来像斗冰茶，换我半晚安睡。十年后或现在失去，反正到最尾也唏嘘。够绝情，我都赶我自己出去。嚟到演唱会嘅尾声，观众嘅情绪越嚟越高涨 ，encore 之后都唔肯走。千嬅唯有唱到场地限制完场时间最后一刻先落台啊！得我够钟，喂，我争咗你一只歌，我争你歌，但系真系要走啦。如果系冇得唱啊，听日半只得唔得？我即刻自己嚟。遇到我爱都跌入雪窝，将错就错，关系亦出错。我总太爱人，逼到爱人变做情侣，再变生疏。让我算我愿意，谁在乎我？你知道那答案，快提示我。分半点福气给我，不准留低我一个。